北门真武棍，武当光乾隆帮。以武当属田。这个田呢，由文焕仪教练所指导。文焕仪师兄呢，于2011年与孙伯安创立真武会。文焕仪从小呢，学于其祖母蒋女士，第一后于本金门北派拳毕业，柔拳一千军。2009年，武当山三峰大与四路大与。